天竺葵，水款的红花，青翠的叶啊，香味的那干芒啊，蜜店壁边无人注意。这一首诗我是在一棵神木的旁边哈、哦、啊，看到那个有一个这个博物馆，农村博物馆，然后我看到一盆花。这个花是天竺葵，天竺葵的台语怎么说我不知道、哦、天竺葵这个外来语的样子、哦啊、所以我就想说我就问他们说这个天竺葵有什么功用，他们告诉我它可以驱蚊子，蚊也不敢挖、哦啊、所以我就、用直觉的把这种形象做描述，你看那个花里面呢，水款的红花，花红红红白相间嘛、哦、青翠的叶啊，青绿的叶子，香味干芒啊，我是为了记录这种天竺葵可以驱蚊，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蜜店壁边没人注意。那我想，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好像天竺葵，他在为人驱蚊，但是没有人发现。比方说你这边啊，当这个节目主持人，你希望说啊，我们做的节目能够让人家心情好一点，或者说要增加人家知识啊，这种人有时候。你默默的做，没有人会发现嘛？啊，所以我想，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的默默的在做一些事，是不被发现的，但是他还是日以继夜的一直在那边做。像这个天竺葵，他一直在自己开嘛，自己开，自己睡，啊，自己看。当你发现的时候，你会哇，这么高山上一个这个房子的旁边竟然有这样的一盆花，那么这盆花没有人去注意它，所以我是用这种心情来把这种天竺葵的作用以及它的形象把它做一个记录。老师自己觉得有默默努力什么吗？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在默默努力的，只是说你努力的成果啊，比方说我一世人拢是为着台湾文学在打拼嘛，吼啊，但文学打拼啊，当然啊，透过写诗啦，或者是说啊，认识台湾的文化啦、生活啦、谚语啊，收集一些我想要留下来的东西，比方说啊，把歌留下来，但是我歌里面又有保留一些台湾谚语哦，啊，这个台湾谚语啊，我想你应该知道说，我为什么要把这种语言放在歌里面，为了要传递给我们下一代，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象，那他的想象他会自己用他的方式去完成，那完成之后自己说是不是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留下来，那就看天了。好，是这样。老师这一次的系列有想要留下什么吗？这个诗嘛，这一次的系列我在写一些在人间福报写一些这个小品的散文，比方说到雅典的卫城散步了，或者是说啊，最近会再发表一篇哦，就是在我们在坐船的过程里面，它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讲希腊神话，然后我在台湾这个地方是讲别的东西哦，也就一方面讲西方的，一方面讲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一群人出去，五六个人出去的时候，都会有聊天。在聊天过程里面，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年轻人在听我讲话的时候，我不能够乱吹嘛，我应该讲一些对他们比较没有听过的，或者说我想传播的一些信息，这样啊。好，天竺葵，水款的红花，青翠的叶啊。香味的那干芒啊，蜜店壁边无人注意。